中午不然叫人送来的，这会儿都凉了。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面馆吗？我给你打包了这儿最好吃的，你中午先别吃啊，等我给你带过来。故事的开始总是默契的完美，每个甜蜜滋味反复的回味，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你的跟随，认定了谁那么的绝对，我忍住眼泪想挽回，你却想后退，原来有种成全也可以是这一点完美，每次我可以背对背是因为害怕被发现落泪，究竟什么是错什么是对，我应该后退，每次你笑得有多美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，我对你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男女之间的感情，虽然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不能错把感动当成心动，究竟什么是错？